第十届临沂诸葛亮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，活动由临沂市政府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，将在为期30天时间里压茶开展、学术研讨、书画展览等13项特色活动，涵盖游、会、赛、展、演等多种形式，以全新的思路、理念、业态展示至圣文化的时代光彩。